想见你，只想见你，未来过去。Mix 近日到台北举办了 Showcase 演唱会，在现场还惊喜地为粉丝们带来了电视剧《想见你》的主题曲。而海源在直播中除了又再一次唱了《想见你》外，还不断地大飙中文，简直超可爱呢。想见你，只想见你，未来过去，我只想见你。长夜里用尽了逻辑心机，推理爱情吹难解的谜。小狗狗，小猫，小狗狗，小猫。而因 Mix 将会在七月以单曲的形式进行回归，正好将会和七月回归的 ITZY 在同一个月进行宣传，也让海源相当期待能够和好友有娜一起活动呢。ITZY 선배님이7월31일컴백이시더라고요그러면이제한20일정도차이나니까활동이겹칠수있으니까이제우리저친구신유나선배님과뭘하겠네요친구야보고있네우리화이팅하자짜요